心中的义父只有雾压二连斩稍微厉害一点点。这招的奥妙在于他随时想放就放。你砍他的时候他会突然释放，你不砍他的时候他也会自己释放。更浪一点的时候，放完一次雾压二连斩，马上再接一套雾压三重奏给你。接下来慢动作解析，他发毛隐身后 0.5 到 0.6 秒左右开始连按格挡键，这样就可以完美格挡。挡完之后不要犹豫，马上挥一刀还给义父。第一刀他没隐身的话就接第二刀没关系。这边注意看义父摆姿势，左脚向后滑并压低身体后就进入隐身状态。格挡，格挡，挡完后不要犹豫，马上挥一刀，然后暂停。义父已经摆出准备隐身的姿势了，刚好我也已经按下攻击键。当你拼命在挥刀后，突然发现义父要隐身，这时只能拼命格挡。如果来不及也没关系，注意看血条，二周目不开自虐模式，其实挨两刀也不会死。再看另一个案例，挥刀后他隐身，格挡，格挡。然后再挥一刀后他又隐身，但第二刀也挥出去了。可能前两刀有挥得比较早，所以这次刀子挥完后来的及格挡。这是非常微小的时间差，但也证明这招发动后其实有些微的时间可以让你挥完一刀再格挡。如果你是手速超快的选手，疯狂连砍跟义父拼速度是可行的。如果你是手速很慢的选手，或是血量不够承担风险时，一刀一刀砍也可以，他释放雾压二连斩的几率会相对下降很多。如果是普通选手，有机会就先砍两刀，然后再观察一下。这样砍起来基本舒适，安全性也不会太差。接下来看义父的雾压三重奏 A 型，这招是送分题，会在第二阶段使用。施展时先隐身，然后远远跑过来挥一刀让你挡，然后隐身射飞镖让你挡，然后再隐身跳到你面前让你挡。他落地后有三种变化，怕死就先跳到他侧面或后面。变化一，蓄力劈柴斩，这招大送分，站他后面或侧面砍他不用钱。变化二，围字横斩，这招要跳起来躲，然后可以赚一两刀。变化三，什么事都没有，所以没有画面。复习一下，隐身跑过来挥一刀，射飞镖头上挥一刀，隐身跑过来挥一刀，射飞镖头上劈一刀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打，发现义父一直隐身，把红莲伞拿出来转一转就没事了。接下来看义父的雾压三重奏 B 型，这招一样三次隐身，然后两刀两刀加一刀螃蟹斩。落地后跟 A 型一样有三种变化。雾
鸦三重奏 B 型很容易跟乌鸦二连斩搞错，怕死只能建议你挡完前两刀后先观察一下。打义父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靠红莲散帮你解决。接下来看乌鸦飞天斩，这招是他离你很远或你拿飞镖射他才会释放，对应方法就是赶快按格挡。接下来看义父的高速旋风斩，这招出刀很快，但只要不贪刀应该很难中，而且这招有送分，架开第二刀后马上按攻击可以爽他一刀。PS， 高速旋风斩挡完后千万不要用突刺。接下来看义父的火之鸟，火之鸟有两种，第一种是旧型的平飞款式，这种鸟出现时会有一个围字提醒，然后要跳起来躲开。躲完后可以顺便识破义父的突刺，爽赚一刀。第二种火之鸟是侧飞，它可以在远距离被空中格挡。空中格挡的好处是不需要分辨平飞或侧飞，看到鸟就站好距离跳起来格挡，两种类型一次满足。缺点是空中格挡跟距离需要练习，怕死就不要用。另外，向侧面奔跑加跳跃也可以躲掉侧飞跟平飞的火之鸟。缺点是躲完还要跟义父瞧角度，有点累。第三种方法，直接按闪避键可以躲掉侧飞的火之鸟。优点是很帅，缺点是我闪不掉平飞的火之鸟，可能是技术不好，或平飞本来就不能用闪的。以上，孤狗姐姐配音，后面附录三场实战录影，881。接下来我们实际打一场二周目的心中的义父。那这是一般难度，就是没有苦难或者是敲钟，就放轻松随便打就好了。那进场先吃飞舞绳子，然后阿公躺，格挡，反击，格挡，不是，讲错，好，一二三，然后砍两刀，诶。我少砍，刚才少砍一下，好，跳起来。刚那个是一文字一连，不是二连，二连会被打到。好，刺回去，有当到就刺回去，有没有当到就赶快逃。变招斩，刚才他那一招是变招斩，已经讲过，要当回去，不是当了就反击回去，不是当回去，跳起来，闪，好，很简单，接下来就是再补一次 buff， 然后补完之后要赶快跑，因为他已经锁定你了。看着地了，绕背，好，这是送分题，那一定是在，格挡，好，这边我们比较懒惰，就直接用雨伞挡，它鸟如果是斜飞的，雨伞是可以挡掉的。好，这是三连斩，那一样懒惰，用雨伞挡完它第三下之后要，最好先准备跳起来，
又，怎么被踩到了？他还拜我一下。好，那一样，稍微拉开点距离，试破。他只要鸟是斜的就可以这样，因为他大部分都斜的。我觉得，平的比较少。如果是平的的话，用雨伞就会被打到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被打到就被打到，不会死，除非你血很少。好，当回去，不，反击回去，当的就是反击。然后跳起来，他如果偷袭你，通常就会有三种变化。哦，差点泰坦刀。好，再来看会不会是平的？不是，他几乎平的蛮少的，我觉得啦，这样很简单就过了。他的鸟大部分都是飞斜斜的。存在に心地よいものだ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朱雀之红莲伞这个一定要的，因为它很有用。然后一文字二连的话，可有可无。那飞舞神子、阿公堂。阿公堂你也可以不要，你可以吃，随便你要吃什么都好。然后伤药葫芦一定要的嘛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咯，拜拜。有可路
ここまで鍛え上げた褒美を取らず我が服を見せてやろう。誰に破れるか存外に心地よいものだ。